精彩巨献，生活百科关爱您的生活，笑笑大世界把欢乐送给您，娱乐宝库，影视经典，精彩飞扬尽在鸿翔。南拳北腿，东棍西枪，内家外家少林武当，中华传统武术在几千年的繁衍发展之中，形成了特色各具、特点鲜明的拳种门派120多家，可谓浩瀚无边、多彩纷呈。但是无论是重桩功的还是重腿功的，无论是重肘法的还是重膝法的，无论是重场门的还是重闭门的，无论是重长击的还是重短打的，无论是讲以刚克柔的还是讲以柔克刚的，无论是强调先发制人的还是强调后发制人的，无不以独特的技击法为其本门拳种的号召。武术，武术，无勇之术。有道是，在进不在力，在巧不在勇。又道是，技法不熟，战不能胜。武术的实质是练技法，是练巧打的方法。既然传统武术有那么多门派，而其技法特点又各不相同，那么，暗熟百家，博采众长，就是习武者应学的课程之一，从而达到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对于从事武术专业的人来说，更是一条借鉴发展的捷径。面掌拳又称面掌短打，源于明朝，创始人号称面掌，浙江金华人，明代武艺家。据秦继光纪交新书《拳经摘要》中记载，吕洪八下遂刚未及面掌短打。那么说，就是在那个年代，秦继光已经对这拳下了定语，说这拳还是不错的。清朝末年，由绍兴流传于河北保定地区冈岳县一带西鲁村，西鲁村胡建仓等人继承了该拳的精华及套路，后来组成了八十场，成为有名望的武术团体，练武之风非常高涨。本拳是由拳术套路和器械套路两部分组成，面掌拳并非面肉之意，而是刚猛、快速、有力的拳种。它的主要特点是短小精悍，一路只有两个来回，不过三五步之长，20来个动作组成，身法紧凑，劲力充实，手法简洁，干脆利落，清晰明了，刚劲有力，多爆发劲儿，积极性突出，给人一种精神饱满、强悍有力、势如破竹的感觉。本拳无论是步法、手法，都简而明，快速有力，力发于腰，节奏合拍，一气可成。本拳无论是套路、内容，还是积极特点，都具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，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拳种。通过此拳的练习，可以增强每个人的体质能力，掌握搏击的技术。
弹风贯耳，哎，对方打了，啊，我用左拳，你看，盖他，你看一盖，啊，在这个时候，贯耳，弹风贯耳，啊，这个胳膊有力，你看，这个、胳膊有力，一带都把他带过去了。这是个拧转的劲儿，你看拧转的劲儿，啪这一圈，这一圈打上腮帮子的，这搁他这儿了，啊！如果为了难算起见，你看可以打这个地儿。这个手法呀，嗯，这样盖，这一盖一裹，在这个时候打，哎，用腰劲儿、肩劲儿，啊，这人。就站出去了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花了，你看，他的身体就失重了，就站不住了，这一掌就出去了。要打这呢，就太危险了啊！应该是打这单簧贯耳。下边这个，这是单簧贯耳，如果双簧贯耳的话，这个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啊！那对方打了，你看，对方打了，你看，打了这个手。这时候不能这样撑，啊！你看我接这一穿掌，你看这时候滚，你看一滚就出去，一滚，这是用透打，透，这为透顶，你看再演一下啊！这一穿，你看这一滚一架，这一低透，你看拿这低低撞，一撞，腾，这人就出去了。所以这个比较危险，还有一个肩打，啊，肩打也是这样，你看，肩打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在这打，这种的动作呀、啊、都比较厉害，手要快，啊，手一定要快，你看，撑劲儿，不能这样拨不动，啊，你这个拨不出去，你看这手一滚，那就完了，你看，在这打。下一个上步提肘，上步提肘的动作我做一下。上步提肘，嗯，拳往下插裆，顺着裆里走，顺着腿一块走，你看，这是上步提肘。但是我们用的时候呢，那都是不需要什么马步了什么了，是不是、啊？随机应变了。那用的时候，按着拳架子走都不行了。要不然我跟我学生演示一下，你看对方打了，这个时候在这边走，从外叼，你看，从外逮他这个手，啊，这手腕上也有力，缠着他的手不能让他撤回去，他一撤回去这就空了，他一跺这就空了，你看不让他撤回去，这个肘呢，你看，往这踢，踢在他这地儿，如果踢在这，你看正打这。所以这动作都比较厉害，打在这儿，这人受不了。如果他什么的话，你看，这一弯，肘弯累，啊是。如果他夹我这个胳膊怎么办？你看他一夹，这一夹都完了，这一夹，你看，夹着人都出去了。啊，下边我给再演示一下啊，你看打了，这叫啪这一踢，你看他闪了这就。我这一使劲儿，他就夹我这胳膊，你看，这就出去了。哎，他一夹胳膊，这一转腰，出去了。因为下边这了，你看，已经憋着他的腿了，是不是？他夹我这胳膊，他夹不住。你看，使劲夹，你看他夹不住。我这一跪腿一周，他正着。你看，特别简单，啊，手法特别简洁。下边接腕，接腕更简单啊，也是一个单手，这一个单手，你看这两手这样接，这就是接腕啊，这是接腕。下边给学生演示一下，你看他打了，这是这个腿要随着身走啊，脚底下要留，你看这一上。对方一打了，你看打到这儿了，你看啊，你看这接着他了，啪，
你抽自己一个嘴巴，这啊，再一个您，他要劝胳膊，他一劝胳膊，完了，你看这么接法，这是一个剪子手，啊，这是剪子手，用剪子手接，你看，啪这一贴，啪，这就抽个嘴巴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下边双击掌，我先做一下。下边我跟我学生演示一下。对方掐我的脖，对方来了掐着我脖了，跟那个破双方棍耳差不多，意思是差不多，但是打法不一样，啊，打法不一样。你看，往后缩身，啊，这样扑他，双掌，这掌这样走，这样扑他，这人都出去了，腾都出去了。手法很简单，特别简单。对方一来，你看，我趴在这一，你往后撤下身。不撤身呢，你看这个力发不出来，啊，你还掐住。另外一个脖子，啊，要梗脖，要较劲，不管它是正面，它是斜面，你看，啊，脖子跟这两个手要同时，啊，力要整，要同时，你看斜着掐我，你看，脖子得有劲，啊，得梗脖。我这是拧脖，在后边掐也是这样，前面掐，左边掐，右边掐，都是同样。你看，往后一坐，在这啊，这一个扑掌就出去了。下边套山，我做一下。套山呢，就是这个腿往后套，你看，这腿往后套，套的目的是，你看埋对方。下边埋对方，上边打对方，这要同时走单了不行，先走腿后走手不行，先走手后走腿不行，同时啊，这是套山，跟学生说一下。这都不用这个大法了，你看磕他转身，你看磕，你看在这套正迈着他，你看这条腿迈上他插他裆，因为他这个人往后一仰都没力了，这一打这人都出去了，啊，这属于套山。我下边再做一下啊，对方打了，你看这样走，这手性变了，这个胳膊不要直磕，不能这直磕，你看滚，你看一滚对方就火，把对方的力给他泄露，你看这就卸他这个力了，在这套，啊，你看，啊，因为腿憋着他，你通身去，这人就出去了，就倒了。下边弯身肘，弯身肘这个动作呀，就是对方把我在这站着，对方在后边来了，把我搂起来了，搂起来，我往下的一坐身一撑，把他撑开。在这弯他，我把这个人弯出去了。这双手搂弯身肘嘛，啊，对方在后边一搂搂下来，往下一坐身，一坐身一大肩往下一抻起，一坐胯，抓这一个弯肘，整弯他这地儿，啊，这个动作比较危险。那下边我做一下，那我比如说我在这站着，你看。对方把我搂起来了，搂起来这得有玩意儿啊，武术嘛，人没故事，你看这下不去，这个你看他搂住了，你这开不了，吊住，你看他吊住了，你看这开不了，我这一打，你看他就开了，他必然要开，人一打一抻啊，他都搂不住了，他手搭不住。再做一遍大家看，你看很松快，他搂住了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一打，啪，你看，睁大的这儿，
这个相当厉害，这一周是相当厉害，三拳不如一周嘛，一下子把他弯过去。下边接着弯心肘，你看我这一穿对方出手，你看一出手，我这一盖他，你看砰的这一个穿掌，你看在这一盖，这一盖，哈，你看正是穿他门面，你别害怕，你看正穿在这地儿啊，穿在这地儿，他必然，你看他要扑我，扑随着他这个劲儿走，你看啊，正是这一招，这个手法都比较厉害，我不敢使那么大劲儿啊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你看我这一劈在他架，你看我是豁他，用这手豁挑的这个把他裹出去，你看把他裹出去，这一下这人都完了啊，这一周这人都完了。这个手法呀、啊、比较厉害，不敢跟他那么说。我再比试一下，大家看，头一个，你看，随着他这劲儿走，你看随着这劲儿走，这扯着个肩，你看往下抽身，啊，哎这走，啊，如果这一肘夯不上的，啪，你看跌不住边，哎，这也是弯肘，你看。正是在这弯他，下边坐肘也是这样，你看豁他这个裹他这个，你看啊，这豁，你看这裹，这个肘往下走，这肘相当厉害啊，你看这一下子完了，这人下边逮手我左一边逮手特别简单啊，这个逮手是一短破长，你看这一雕，你看自由，你看这一带，这是逮，你看在这逮，嗯，这手腕要活，嗯，在这打，来我演示一下，你看那打了很简单，你看往这一带，你看相当简单，但是身必须要动。以腰为轴，主宰于腰嘛，他打多大力都没关系，你看顶着劲儿使劲顶，你看这不用逮他就没了，你看啊，他这一没了，你看是这啪的一掌，相当简单，比他顺着他的手走，你看顺着就走了，不等他换，如果他会踢往回撤这次上去了啊，这一轴就倒了，你看啊，特别简单，手法就是脆，就是利落啊。比如说你看有这带了，为了南川之间不打的了，你看你怎么打都行，你看怎么打都行，相当简单，它是一短破长，它这本来很长，我这很短，你看这就起了，唰，这就走了，如果为了南川，你看这一带根部，你看往前根部，我这一裹，啪，这一转腰，腾就出去。下边是大阵，我先演示一下。大阵，这是大阵，下边我跟学生做一下。对方打了也是，对方打了，啊，这里头不走阴手，对方打了顺身走，这一脚，你看随着身脚，啊，趴这一脚，你看靠着他了，一靠的呢，你看这一靠的，哈，左右是一样。你看这吹往这插，随着身走，嗯，往这打，身子靠，拳打拳顶到这头，再做一遍，这边对，你看往这一抄，你看在这打，
爷们坠凳啊，这一逮对方手，啊，往后蹬他，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原地蹬。对方如果要逮住我，你看，啪这一断，接着，啊，这一掌，这个打上打下都可以，可以打下。下边我跟学生演示一下。如果我要逮他的话，他打来，你看，如果我要逮他的话，这对方逮来，你看逮着他手，这个手啊，一定要扣住，啊，你看，要挂住，这个腕一定要挂住，别让他往回撤，他一撤呀，那逮不住他了，他跑了，你看，别让他撤，坠的时候呢，穿身的力量，蹬的时候穿身的力量。往下坐身坐胯，你看啊，一下子甩过去，再来一遍，你看啊，往后撤步啊，随着就是往后撤，往下坐身，你看这样坐，这一坐就是这劲儿，这人都啊啊，别说他逮着我腕，你看我打他，他逮着我，你看逮着了，攥住了，攥住了，你看不能这么拽，你看这拽不出来，你看这俩人只能这么拽，你看我这一动，武术的奥妙，武术的故事，你看我攥他，啊，这有个故事，你看攥住了，你看我这一动，你看攥他了，啊。转身往这打，因为这逮着他了，逮他你看这掌顺着就贴他去了，这种时候都比较厉害。再一个打他软肋，他一逮你看，啪这打软肋，这个还厉害，这个打上肋条都折了。这个我做一下啊，你看，啊，这一段在这贴他。这主点一啊，啊，你看，下边随手踢打，随手踢打，就是腿随着身走，啊，你看，随着身走，啊，随着身走这腿，胳膊手，腿儿同时，你看，过来之后这身打，这一个坡脚。我做一下啊，你看，这是个坡脚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随着身走，你看，随着身走，你看，这胳膊在这一转，就是在这走，啊，做一下，这对方打了，你看，啊，哎，这是个坡脚，这个腿啊不要抬下来，坡脚都是扫着地走。啊，把脚脖子勾住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啊，你看，随着身走，你看，这儿，在这打，嗯，这腿往回勾，你看，扑，往这扑，这一扑，你看，相当脆，刁手，刁手啊，是刁对方的腿。啊，一个中碰腿，一个踢寸腿。中碰腿呢，你看，踢平喽；踢寸腿呢，你看，这是踢寸腿；中碰腿，踢平。来演示一下，你看，对方的踢来了，他踢这，他踢的中。你看这手，你看往这逮，你看。往这踢，这手赶紧着变，随着变，后边手随着变，左一下那边，这边不好看，中碰腿，你看他踢了，踢了这身这么站，你看在这叼，用这手这样叼，你看叼他这，这手要快，你看这手往这踢，这手比踢要快，啊，比踢要快，拳也行，你看剪子手也行，啊，是这么个动作，你要是周他这底下这人，你看
你这一周它倒不了，你只能怎么办？你看，只能泼到这嘴。这个都不用了，很简单。奥妙在这儿，再提。你看这吊着啊，我这么站着再提了。你看这一吊，这一逮，你看，故事在这儿。你看，啊，相当厉害，啊，你这脚脖子都折了，窝他这脚脖。你看，这踢上来，你看，啊，撅他这脚脖子，这一撅他就站不住了，站不住了，你这一松，腾就出去，这是相当简单。下边也是这样，你看下边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踢，要干脆要麻利快，身法步伐要快，这一压，这一起一压，出去了。下边剪子手，我先做一下。剪子手啊，你看，就这样一剪，啊，这一剪，这一转腰一打，哎，左右是一样，左右是一样，这都是剪子手。下边我跟学生做一下，你看我大着蝎子抓住我，撤步，跟那个接腕呢不一样，啊，这跟接腕不一样。我剪它，你看我这剪，啊，在这剪，这个是剪腕，你看剪它这腕，啊，也不是磕，也不是往上挑，你看剪，那么剪用哪的力呢？肩、腰、胯，你看往下一坐身啊，这就开了，打的时候在这打，要不然坐一下啊，你看第一剪，啊。相当脆，第一点一推一转腰，腾出去。所以这个剪呢，再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剪都有个裹劲儿。你看，直接去不行，啊，这个两只手啊，两只手要配合好。你看这两个劲儿了，要配合好，配合在一起，不要走单路，走单路开不了。你看，要合在一起，在这再打。啊，这人都出去了，他站不住，因为这买着他呢。啊，这都出去了。下边是乱锤，乱锤，啊，这样接对方，往回拽，剁对方，哎，这发，啊，双锤，往我发，左右是一样。你看，刚才他大圈里头啊有这个，你看来做一遍啊，你看对方打了，你看。对方这打了，你看，往这走，这变了手型的，啊，这变了手型的，你看，往这抡了，你看，在这打，啊，这样接，你看这手同时去，你看，跟这个步，右手跟右步一块上，你看，一块上，你看，这一滚的话，用这胳膊还得走活劲儿，走滚劲儿，你看一滚它。再下来，这一起你看，咣，这一下都满天花，你看，啪，这就打出去了。要为了难穿，比方要为了难穿的话，你看，为了难穿很简单，你看用这胳膊滚它这，你看，这一滚它这受不了，这一滚你看，一滚它出去，因为这个底劲了，吃不上力，啊，这底劲吃不上力，你看。往这一坐，你看，这一坐子倒，相当简单，啊，都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劲儿你得配合好，这个劲儿配合不好不行啊。哎，这都乱吹，也是这样打呢，你看，相当危险，你看，啊，也是这样，通的起来，这都乱吹。劈心掌，劈心掌。一个挑腕，一个挑腕也有，还有一个有往下踢，往上挑都有啊。你看，劈这打小肚子，这打腿胸，劈心掌。下边演示一下，你看他这拳打了，
这拳打了，你看，这都往上，打高拳都往上挑。那么他也打低拳，打我小腹，你看我都往这挂。啊，你看那一条，你看这一掌打在这儿，打在小腹。他这个手也一带，要想着破，你都撤。一正身是全身的力量，哈！你看打在这地儿，打在这讲台，一打在讲台就出去了。给大家再演示一下，往上挑。他因为他打的拳高，打的拳高，你看就得这样走。你看啊，然后正打在小腹上，在这再打这一掌，啊！相当脆，这腰劲儿，你看活劲儿，啊！下一个是掏心锤，我先比划比划。掏心锤，你看这个圈一盖，这圈一盖，啪的这一圈，啊，这是掏心锤，很简单，嗯、啊，这一翻背锤，接着连劈掌，啊啊，两掌，这个。四个动作联合在一起，下边我做一下。看这个，你看打这了，你看这胳膊还是这劲儿，你看还是这个叫劲儿，先把对方叫活再打啊，因为这种动作相当厉害，还这一叫，你看这一圈捅一下子捅这来了，嗯，你看。他比上有个盖，你看他这一盖，你看接着我这一反背锤，他这加上了，啊，接着我你看，这个手变，这个手得来回变，啊，你使这劲儿就完了，你看必须得变，你看必须得变，顺嘴二半，啪一下子把这腮帮子给搓了起，你看他这如果这一挥，这手一松，他一挥，啪，你看这又一个顺嘴二半，这些动作手法都很简单，很厉害。啊，你看，爬过这一掏，你看，这返回来了。你看，爬这一裸，你看，这带裸的同时，你看，这一掌子穿了去了，啊，接着这手这，他往回一撤，你看往这一挂，顺着往这里挂，你看，要急点身，不急身你上不去。啊，我左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你看，啊，你看。啊，这个地方他得架住，如果他不架住的话，那去，他不架住就麻烦了，往下一抻，疼，他架不住，没有那么大力量。啊，如果他也架住，你看，比如说他架住，你看没下去，没下去怎么样？变力，从上边变，啊，从上边变是腰劲儿，你看，你看这都变过来，啊啊，啪的这一掌。下边沾乱八打，我先做一下。沾、拦、八、打，沾转腰，八、八、打。下边我跟学生做一下。在哪个？沾，你看，转身，啊，八，沾蓝，你看这八，八，这打，沾，你看往这甩钩，这胳膊甩钩，你看一甩钩，啊，这个扒拉去，他打那个，你看，蓝，在这扒他，冲他这扒，你看。这刀上的刀上，刀不上刀他胳膊，在这再打。下边我做一遍，粘、拦、八、打。哎，在这个时候打，也是腰劲儿，窜身的力量，都窜身的力量。再跟大家说一遍，啊，甩钩，粘，你看。
这个胳膊呀、啊、也掩住，掩住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拦着是，你看，在这儿扒，你看这扒，在这打，在这一正身，你看这时候打，沾了八打，下边缩锤，缩锤呀、啊，缩锤都是对方三通锤打我的时候，你看我这样破腾去。啊，不让对方进吹，啊，不让他进，这都是缩锤，嗯，上下缩，跟梭子似的，啊，嗯，一前一后，右在前，左在后，嗯，嗯，这又踢踢这，这是缩锤，下边做一下，你看对方打三通圈，打三通锤，腾腾腾，你看。怎么办？怎么破他？你看，就用这个破你，对他进不来，不让他进。啊，你这就不看住打，也不看住，你看都搭上了，打。你看这都搭上了，你看缩他，你看缩他豁他。这一豁的时候啊，踢着左踢，啊，往上豁。你看打的时候在这打，这一撞腾的出去。再做一遍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哐、啊！你看，他架不住，你看，他架不住，爬上去，活，别害怕，你看，再别打，下边吊铁掌，这个吊铁掌啊，很单这手法，但是也比较厉害，你看，左手吊，如果左手吊的话。这走雕手，甩腕，一雕，你看，用这个掌劈，这都是雕切掌，左右是一样，啊，左右是一样，来做一下，这个逮的时候了，跟以前这个手法啊，这个逮手。基本是相似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不走阴手，啊，不走阴手，你看他走这个劲儿，滚劲儿，出，你看，他走滚劲儿，手在这边，在这逮，这得摇住，腕子上得有力，这得摇住，你看，这一上步抡开了掌，切到这地儿，这大胳膊这劲儿，这一切都折，你看是这劲儿，啊，这一切嘎巴都折了这地儿。手法很简单，但是很厉害。我做一遍，哎呀，啊，切在这地儿，别害怕。啊，这地儿你看他吃不上劲儿，切上就射这胳膊。你看，稍微一使劲儿就射。也为了难传，你看，这样比较难传。这样难传，这个步要往前套，笔心要同时，脚手齐了，啊，手动脚动一起动。你看这一逮。你看，这个比较难窜，你别看倒了倒是难窜，啊，真要打一下子倒不难窜，所以这打上就射，你看打上就射。下边挑踢，我再做一遍，都特别简单。你看，八字手，啊，八字手往上拖，你看，用八字手往上拖，这一拖底下一腿，啊，它是交叉的，拖这个踢这个腿，嗯，往上挑，往上，这是挑踢。下边做一遍。你看，对方打了，啊，这样拖他，这直接这样拖，你看，直接这样拖，你看往这踢，这个踢上是比较厉害，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。你看，正是踢他小腿扯回去，你看，拿这个，你看，踢这个，哎，用八字手往上拖，这个掌啊，用这个护手，你看。
往上拖。你看，这胳膊得弯着，直着不行，直着没力了。你看，用全身的力往上拖。你看，这样拖。你看，这就叫挑。这一挑八，这是一腿，上下一块走，单路不行啊！你看啊，你看，同时走。拖这个的时候，你看一样，你看一样，这都是膝盖以下的腿。下边是架体，架体啊，你看这手一挑，往这一架，你看一，这为架体，啊，这一挑，这一架，还是八字手，啊，八字掌，这手要开开，嗯。架往上拖，到这儿往上拖，你看啊，你看别往皱了，你看往这一叫，你看拖踢，这为架踢，你看这一叫把它叫活，为什么要叫？你看这胳膊得转啊，你看这胳膊一转。都把他叫活了，你看这一叫他，你看他都活了，所以你怎么走都行了。你看这一叫，你看往这架，拖他这肘，这左腿同时一块上来，你看，啪这一踢，你看这他这一腿，啊，下边我做一遍。如果为了安全，下边这一腿啊可以轻一点，啊，我们自个儿操头了应该轻一点，嗯，左右是一样的，你看这胳膊转胳膊。你看这一转，你看这一拖他啊，因为他失重了，他站不住了，啊，一下子出去了。裸踢，下边裸踢，裸踢，穿手，你看这手往回剁，还是逮他这胳膊，你看这一裸。啪！这一腿，你看，这一腿，还是七寸腿，膝盖以下，所以膝盖以下的腿啊都比较厉害啊，周身啊容易折。你看，对方打了，你看还是这样穿，你看啪！你看，嗯，一落他，这落的同时，动作必须要合，落的同时往下一顿身，啪！就是这一腿。这比较厉害，你看他这一蹬他，如果为了安全，你看这样可以轻一点，可以蹬的，你看。但是滚着这胳膊，蹬胳膊的时候，你看必须得滚着蹬，别这样蹬，这蹬不动。你看一滚一蹬啊，哎，下边披挂连环，披挂连环呢带腿。但是以劈为主，你看，也是腿跟手一块走，扁圈，这要转，这圈要转扁了，不要转圆了，啊，圈不要变死，你看，劈吧，你看，劈，这是劈，劈，啊，左右是一样，啊，左右是一样的，下边我做一遍。这个劈啊，要这个，这一挂他在这劈，劈他的时候，这个圈不是直劈，你看，脆，斜着脆，你看，走斜度，你看这走斜度，在走这一劈的时候，这一腿必须要跟上，啊，这个劈的时候这个腿啊同时走，你看，劈上的够呛，啊，这同时走，必须走合拢。你看啊，你看，所以这劈上也够呛，踢上也够呛，啊！我再做一遍啊，你看，在这走，你看，在这走，或者这一挂，这不撤步，你不撤回去，再做一遍啊，劈挂，你看，
在这揣在这儿，啊，如果为了南窜起去，这就别让他跑。为了南窜起去，揣着腿裙儿，你看，揣着腿裙儿，他这一脚脚就折了，他必须往前跪，你看他一往前跪，就倒了。再来一遍啊，你看，劈，挂，咔，揣在这腿裙儿这儿。为什么要揣这儿？揣这儿比较难穿，你看，你看，揣这儿了容易把它伤了，啊！你看，我要劈它，劈它它要逃，要闪怎么办？是吧？它一这个有闪斩腾挪呀，是吧？你这只劈出去，它闪开了，闪开了怎么办？要拿腿把它接住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拿腿把它接住。不知道往这边跑，啊，拿腿接他。你看我这一劈，啊啊！再来一遍啊！你看啊，再慢一点啊！你看我怕这一劈的，你看他往这边闪，闪怎么办？拿着腿接他，不知道他闪，你看往回揍他。再接一遍啊！啊啊！这个短难窜。啊，因为他这是个兜腿，这比较难穿。下边冲锤，我先做一下，演示一下。冲锤啊，就是一锤啊，这拳一盖，你看，就这一锤。啊，要如果要为了难窜，就走掌，啊，这都冲锤，左右是一样，啊，左右一样。你看，对方打来，这破的这个手，必须得有点东西跟着，啊，不要往下磕，磕不动。你看他挑住了，你磕不动，嗯，你往上挑也不行。你看怎么办？你看他活了什么？活了打他死了。他这一豁了失踪了，你看他这一豁，你看他失踪了，这八字这一圈都满天花了，你看啊，你看对方打了一看，这是一叫，你看他叫活了，八字这一圈，你看这都冲吹，我再做一遍，你看这叫得有叫力，你看这胳膊，你看得有这个叫劲，不就叫不动他，你看一叫他就活了，八字这一圈相当快啊啊，你看。这得再打上他，这下子满天花了。如果为了难算起见，你看这一叫，你看可以打他讲台啊，不要打胸口，打胸口容易伤，打讲台呀伤不了他。做一遍啊啊，怕这叫他一活啊，一掌都出去，一抖腰都出去了，就是因为他接不住你这力。下边铺天盖地，铺天盖地啊，就是俩手往下盖，用穿身的力量，你看，哇，用穿身的力量往下盖，你看，通通，啪的一个七寸腿，接住上头，就是一腿，啊，是铺天盖地。下边我做一遍，来跟学生演示一下。你看对方他打一个圈也好，打俩也好，你看坐力啊，你看这一坐，用双手的劲儿，双手别走单，这不走单手了，以前走的是单手，就走双手。如果是这个手上，你看怎么骂他啊，这一骂，你看啊，他这腾腾这两圈，这不你看接着这一脚，这一脚踢出去，你看撤出去。再做一遍，大家看看啊，啊，你看，盖，啪啪，你看这都两圈，你看他撤出去了，撤出这腿一抖，啪的一踢腿，你看接住，啪，你看，照着二根台子，啪的一腿，下边虎扑，我演示一下，虎扑了，我们这虎扑了是个大虎扑。虎扑得带着这带上身法走，你看，得走出来，走出三步来，
得走出三步来扑。下边我跟学生做一下，脚底下有利落。比如对方推我，你看推我，我这就你看让我过来，你看往这个方向打他。如果我往这边走，你看如果往这边走，你看这一转，你看这一扑子出去了啊，走一个绕步。这个功夫啊，关键是在这两条腿上，这个绕步，你看绕步要快，你看。嗯，这个绕步要快，要合。你看，往这边走。你看他，比如他推出劲儿了，你看，在这个时候走，你看，这绕过了，脚底要快，要麻利，要干净，要利落，在这打，走这边，你看。一左一右它是一样的，你看带一滑一带一滑一带啊，你看这人都出去了啊。哎呀，你看啊，先走前面腿，先走火腿，你看先走火腿，你看哎火，你扣后边腿要跟上去，嗯、啊走、哦、这个左右是一样的，嗯、啊、左右是一样，相当简单，这个啊一绕过他后头去他都没辙了，嗯、啊、连环腿我做一遍，连环腿啊七腿，我先简单的演示一下，你看，用手点对方，啊，碰他，拿掌碰他，碰，你看，蹬，这踢，七寸腿踢，转身踹，拿脚跟踹，啊，倒步，这一倒步，扫腿，中碰腿，上碰腿，踹，下边我们做演示一下。如果我这手要一弹他，啊，这跟引手差不多。你看我这一引，他必然要，你看他架起来了。我这手没用了，他一架起来，你看没用了，你看，是吧？你看他一架，你看他架我这手在这活，你看没架，你看这手这一活没了，是吧？用肩上的劲儿，你看这一活这蹬，你看蹬他这劲儿，这一蹬。下边踢他腿，他一腿一撤，啪踹，哎，踹完了之后扫，这踢他中棚，踢他中棚，这再踢上棚。下边做一遍啊，这个蹬腿啊，难度稍微大一点。蹬腿你必须得踢得起来，踢不来，因为俩人离着太近，啊，你俩人离着太近呢。你看这抬不起来啊，必须把这个踢踢起来，踢起来撞的啊，你看这一脚就出去啊，这一活随着这同时打就出去了，哎，这是两环腿似的，是吧？你看这出去了，接着踢踹扫他都踹，哎，对，这个挺复杂。比如说他这个圈他劈了我了，你看这圈他论劈，这个论劈有的是这趟，你看劈，你看有的是这趟啊，也有的呢有的这样拖啊，也有的这样架，你看有的这样架，这都好进来啊。这个走什么？他走劈，你看，走拖，你看，走拖，扒这带，在这走，这一脚在这儿，啊，这挺脆，相当脆。这个时候了，掰他的拳，掰他的腕，你看，
不让他跑了，是搂住了他。你看，俩手都搂住他，跑不了，都躲不了了。你看这一掰他，这下马叭这脚就出去了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回劈拳，过来。你看他这一劈，哈，你看，哈，你看，掰拧他，你看一拧他身子弯了，你看，失重了，失重了再打他。啊，给我拖住啊！啊啊哈！一脚都把他踹出去了。这种手法挺粗。面掌拳的手法和技击，现在的介绍到这儿。